宜兰县清超食品公司和花莲的玉溪地区农会举办了2024拱天宫白沙屯妈祖徒步进香授权联名炖饭的采购签约仪式，双方订定500公吨的玉溪糙米初期采购合约，正式开启了双方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宜兰县清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花莲县玉溪地区农会在玉溪地区农会举行2024拱天宫白沙屯妈祖徒步进香授权联名炖饭的采购签约仪式。授权联名炖饭采购签约仪式正式开始，请用印掌声。清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取得2024拱天宫白沙屯妈祖徒步进香活动联名授权之后，积极的寻找优质好米作为炖饭原料。有鉴于玉溪米的优质以及天然无污染的生产环境，由执行长吴文豪与玉溪地区农会总干事蔡宗汉来接洽。感谢哦，咱来感谢咱这个咱上品节哦，咱罗党哦，伊讲哦。啊，这吼拢是妈祖感谢。啊，拄啊好吼，咱伫2024徒步进香，哦，咱拄啊甲妈祖吼，咱白沙屯妈祖做联名。很感谢大家的帮助，哦，那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农会也是希望说，透过两间食品公司，还有白沙屯妈祖的这个他富有的名望，能够让大家多了解我们玉溪米这样子。清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宜兰在地的食品公司，成立以来推广各项优质的农渔及畜牧品项的研发，以原食材的理念为出发，签约仪式之后正式开启双方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